事儿干了都不撂。抱着孩子的时候先还在闹腾，这不抱了突然间清静了哈，是不是？你这是啥不？你这是气人心态。我突然间我想起来俺小时候玩了一个游戏，要不咱俩玩玩吧？啥游戏啊？不来呀。呀，不想玩。过来，我教教你。教教你，我咋都玩了哈，嗯，都这样。呀，干嘛？都这样玩了。不是，咋还抽啊？见到谁都不，谁输了谁赢了谁这样打他一下，谁赢了打他一下，你两个手指都擦。主角被抽是不？嗯。来，来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。不用你示范，我会，我会。来，先给你示范一下，咋都打了你不会。我会。来，现在保护锤。吹，就是吹，吹。别了，你别了，吹，吹。真的是吧？怎么会没打他？咱不管你打吗？吹，吹。咋回事啊？你打了两下，我打了一下。第一下是摸的，没打，打了我都没劲儿了。吹，我换个时候打。你练出溜门了哈。我打你这个人。我不吹，吹，吹。想服了你，想服了你。练出八分啊，恁觉得不？这傻点儿啊这傻点儿啊，告诉我。啊。小年我怎么？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啊！真痛。来，打了八下啊。你使劲真大，进我两回使的劲啊。吹。你别输了哈，你看你给我打红了，行吗？这回别输了哈，你吹，吹。让我说吧。吹。哎呀，咋回事啊？啊！这游戏都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把你这个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是不？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来训练了。什么人？打了我八点，我打你比你打得轻，我感觉你打到骨头里边了都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打吧打吧打吧。呀，你看看，看看，我在镜头近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在揭穿你，看看红了没？你打了十下啊，练打。吹，吹。来，进攻来。不打了，怎么了？嗯，放到旁边了吗？打红了都。啊，你看你给我打的。我没使到劲儿啊。我装硬了，但是我没使劲儿，你知道不？这是叫没使劲儿，叫没使劲儿，晓得。我这是装硬的。叫没使劲儿。你要不答应我一个要求吧，我扳你了这一下。那你这个要求也太那么啥了吧？我得答应你个要求，才换一下。这太轻易了吧？你要不就叫打，你试试。要不那样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但是往后这些所有的都是你输了我打你，然后我输了不打，怎么弄？哪一种？是。所有的哈。所有的。再玩五十局，然后我输了不打，然后你输了我管打你。中。走。来吧。走。我打你一个要求。我和你媳妇儿，你们俩好多的阿姨。哦，原来搁这儿嘞！原来搁这儿套路我嘞！套路你来这儿，你
提出来这个游戏哈。这你打太狠了。我没使劲儿么？我能咽到咽到牙血狠，但是我当你这样这样，我已经放松了，你知道不？走吗？媳妇儿。我现在在挨哟。啊。咋这样啊？放心，你要不要打？那成也打吗？媳妇儿。哎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来冲一下，去面儿，哪个手酸呢？你？哪个手都酸。疼，换个手吧。我也得使劲呢。不玩了，不走，不玩了，不走，不玩了，不走，那个五十斤娃娃，已经答应了，不玩了。